大家好，今是日系四月十二号，咁样嘅事咧又系先升后回，咁啊，绝大嘅板块咧都系呢个系呈现系下跌嘅趋势。咁好多就会话啊，第一系因为系呢个嘅系诶阿里巴巴俾人罚咗咁多钱，咁因此咧就会好多嘅新经济股咧都需要回调啦，因为惊住咧都会俾人罚。